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我们的眼花问题啊。第一个臭宝说，老花医啊，我的栀子花苞一碰就掉，而且有花苞啊有明显的发黑，是怎么回事？这种呢就是由于积水、闷根、通风差。你像花友应该没看过我之前的那个关于栀子花的视频啊，就是它在原生态的时候，就比方说在养护基地的时候呢，它的一个水分啊，包括它一个根系养护都很充足，而且呢满满的都是花苞。当到了咱们家里面，第一环境不适，再加上咱们的水肥供给不足，它就开始会掉花苞，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。所以说呢，我一直也是说啊，去弱留强，对吧？该让修剪的修剪，像栀子花那个收到以后呢，是可以给光照，但是您避一下强光的一个猛晒，先暂时的，该换盆的也可以换盆，通风光照该给好的给好，避一下暴晒，别的又没啥，正常养护，该浇水的时候给一些肥料，它就很好养的。然后呢，稍微略微一丢丢的注意一点，就是它的一个酸碱度问题了，可以日常的时候用些反水水之类的。下一个臭宝说，我的栀子花买回来换了盆，用的配方土撒了花了多就没什么劲了，小盆花苞就掉光了。你看这个花友跟那花友也差不了很多啊，现在的这个还是有点缺乏营养。我跟花友们说的是什么呢？你像缓释肥啊，它是缓慢释放养分，它只是满足它基础的一个生长，它并没有其他什么功能，你什么牌子的也都那个样。你比方说咱们手里面拿这个花，开花量比较多的时候，您该补一点肥料的也要补，就像咱人一样，是吧？人，你像咱们正常人吃这些饭就够了，你像有个别的孩子，13、14岁的孩子长得很快的时候，你再吃这个饭肯定不太够，或者是有孕妇，是吧？已经怀孕了，你像这种呢，就是怀孕的时候，说或者说是春天的时候，在生长期比较旺的时候就要补氮肥，开花比较多的时候就要补磷肥，结果的时候就要补钾肥，那还是要该补的要补，吃饭该吃的吃，加餐该加的还要加。另外呢，就是说浇水这一块了，它这种片片的黄啊，您浇的水还是略微的差那么一小丢丢的一丝。该给足的时候也要给足，我就怕您浇不透。而且这种重生的栀子花，它一盆里边有好几颗，当它把里面的土全吃完之后呢，它们的根系就抢在一起，一个是增强氧气，一个是增强养分。所以说呢，花友啊，你要 get 这个点，养花的时候呢，尽量的一盆里边养一颗，也是跟你们说这个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下个臭宝，坐标湖南，月季7天，早两天太阳，怎么，然后水大缺光，通风差。这个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差，您不用说了，7天你至少浇了3回水，不用说，至少啊，是吧，臭宝？你像我们，也做过，之前做过一些个开箱评测，或者是花友的寄养，你看那些月季跟蔷薇系列的，基本上就是扔到那儿不怎么管，它干了你再浇水，它干的时候呢，它会黄一两片叶子告诉你，你这时候即使补上水，它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明白吗，臭宝？哎，也不给光照啊。浇的水还多，通风还不行。花友说这个怎么治？这个现在不是治，现在是控水，先把水控干了，然后呢用一些个杀菌药，好吧？下个周宝说矮牵牛表面开的挺好，盆子底下叶子全，底下的叶子全浇了。啊，你跟你老婆现在过得挺好，也有孩子，孩子也挺好。你前女友瘦了，你跟我打电话说怎么办？啥意思？几个意思啊？是要移情别恋，还是三心二意，还是念旧？你管下面的干什么？明天更好啊，臭宝。哎，多给一些光照，通风要好一点，好吧？下个臭宝说这绣球怎么办？买来的时候带花苞，现在全掉了。然后前段时间也猛晒了，那能怎么办？现在浇水稍微把控一下。通风好一点，你像绣球最适合在大树底下有遮阴的地方，通风一定要好一点，晒伤了不要紧，它还会再长起来，实在不行花苞掉了你一掐它还会再长，担心个啥，该施肥施肥，该正常养护正常养护，浇水还是拿捏一个干湿循环。我看你那个盆土好像很容易积水啊，还是有点积水物给你的感觉。盆土大家就想象你穿的袜子和鞋子一定要通透一些，要排水透气，要松软一点，好吧？好，下一个臭宝说这个看一下这个菩提树咋了，这是从尼泊尔境内那棵圣树上一棵枝条培育活的，所以很珍贵啊。花友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？就出在珍贵两个字上面了，你总是拿它当回事儿，它所以说就长不好。养花呢不需要你人为的管太多，就教育孩子也是，养狗养猫也一个道理，不需要你天天怎么着，正常的咱们养护起来呢，只需要适当的施肥，适当的浇水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有偶尔的一两个叶片这样子啊，是老叶，你把它剪掉就可以了。你没有看到下面有很多的叶子都在吗？所以说呢，该适当的修剪，也要该适当的施肥。
肥料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什么肥料啊，个人建议呢还是要用一些肥料的。然后表面的土松一松，别的没啥。现在天气热了，避一下强光的一个暴晒，不是不让您晒太阳，是中午12点到2点那个太阳就尽量的避一避，其他的时候该给日照的给日照，表面的土松一松，该给肥料的给肥料，浇水还是干了就浇就 OK 了，别的没啥，这就缺肥有点缺水的一个体现。好了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翠钻一，觉得不错呢，记得点个赞，其他养花问题视频下方留言就可以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